一靠近笼子就发出刺耳的鸡啼声，这是现实中动物的恐慌。看着嗷嗷待哺的小鸡，依偎在母鸡的羽翼，一次的外景拍摄，胎里树宝宝谢依善与小鸡近距离接触，对动物生命有更深切的体悟。因为那母鸡是保护着小鸡，看到人来了过后，都是母鸡被杀，小鸡然后长大了也在被杀，很可怜。原来养它不是为了给它生活，是要杀死它一次。你看这样可爱的小鸡，母爱无微不至，在动物的世界里一样如此。期许更多人尊重生命，不杀生。希望人不要一直去吃这些鸡，因为他们很可怜。大爱新闻黄美惠，马来西亚马六甲报道。